为啥我 A 不着他呀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红开，蓝开呀、啊。生他为啥这么自信还不吃药啊？他因为啥呀？我眼儿没了。那小兵为啥卡着了？不让我升四级呗？行啊，这小兵操了，还得这样的呢，让我少一个兵。这都是个下路的。不行了，这必须得跟他打了，不打不行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呀，没事，我有踢。这玩的是什么呀？这真菜呀！不回了，希望蜘蛛不要来。还行，蜘蛛在中路。别来！这波给我害死了。这波可不能来，这波来就给我害死了，千万别来。他有斩杀，我没有。
不是猴子打瑞文不能上哦，这个英雄也是耗血，就是封着你，你打不着他，他能打着你，就很烦，容易打上头，你知道吧？那小兵还搁塔下卡着呢。你看着吗 ？Q 踩 A 一刀走，就是容易打不着他。没技能他不会上的。为什么塔皮掉那么多呀？他什么时候吃过塔皮了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你还不能直接 E， 你直接 E 还打不过他。借一波去吃口屎。不能上了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没大呀，他不能来越我，没事儿。他不敢越我，这他能敢越我吗？我如果这波去干扰这个蜘蛛，我估计也没啥用。哎呀，真鸡巴亏！哎呀，我操！这蜘蛛还有闪，
这波不怪打野，这波哪能怪打野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好难受啊！确实有点难受。这波对面应该都在下路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塔拆了啊。他什么装备？绿叉。差个点炎伤害。他又有点炎。可以，翻盘点来了啊，有翻盘点了，发条把这杀了，可以接受。封魔剑魂1000块呢。哎呀，我们家这阵容吧，这个团战其实还可以啊。蜘蛛，这位置不知道有没有眼儿啊？可以。
这波我们就不去了啊！呀，我们还是去吧，这有个人头啊，不去白不去啊。哎，兄弟们，快跑！哎呀，快溜！对面的风魔剑魂有点厉害，把这风魔剑魂给我杀了。小龙可以要，来来来来来，发条说开命，开命就开命，要相信队友啊。开命就开命，哎呦我操，这个传送其实没啥必要。哎，好小兵。下路收兵啊，我们这把就纯就是工具人了，少个前排，只有我们一个近战，这团战就没办法，死就完事了。大龙没了，费点劲。刚才小龙谁的呀？哎呀，小龙还对面呢。小龙要是我们家的，还能顶一会儿。快跑！快跑！20分钟黑切都没有，马上就有，差50块钱，给我50。下路可不太好守啊，兄弟们，人家三件套，我一件套，哎，后边有人儿，好，我黑切了，等会儿啊。你这上路线不收啊，全是超级兵，拉蜘蛛肯定拉不到啊，这上哪上去啊？
风魔剑魂来了，风魔剑魂给了吧。那潘森确实有点装备，这不是开张了，兄弟们，没事，上路马上复活，能打。哎呦，完了！哎，发条没大呀。是啊，兄弟呀、啊！哦 ，AD 没闪，灭霸没到。这龙也拿不了啊，你这这咋拿呀？手加吧，给了吧。守基地吧，守基地，守基地。我们就杀着潘森，哎，把他春哥给他打了。超级兵别，超级兵，超级兵给个面子啊，给个面子，学威给个面子。我们直接传送到右边。这把其实能翻，你知道吧，我感觉能翻，没太玩好。下把不能打得这么随意。